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时候，歌完的时候，然后刚刚好结束。是有这规定是这样吗？你太快喝完了，我现在太快喝完了。而且我发现，我刚才就是发现，终于我真的找到唯一的盲点了。Nicky 不能喝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打鼓，对不对？他真的不能喝了，好吧？好，NG 嘛，再来一次。真的假的？那个 Nicky 也要喝，好不好？这次 Nicky 你也要喝，他怎么喝？差不多就好，真的。我认真谈到一件事情，不是对的。你们这会不会，因为你们常常去到处表演这首歌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很多喝醉的人就在上面跟你们呼？有，真的就跑来跟我们抢啊。对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多准备一个杯子啊。哦，哎，我们常跟人家比赛啊什么的。还有一次我们在台中唱，他底下在跳台中恰恰。对啊，就是。哎呦，这首歌我跟你讲，每一次唱到这一首就是嗨成一片就对了。来，接下来唱什么？唱一首我们 KTV 最受欢迎的歌，叫做《爱瓦裂隙》。
是无爱你，看袂着家己，懵懂的过去，了解算什么？茫茫了了啊，你来你哪里？爱我你的心。笑笑，予伊去，予世人才。